上升一鞠躬，因为团购网老板陈彦成又要带大家出国玩啦。这回不止22万分红，现在更寄出14项福利来征财。脸书贴出征财公告，一看还真受不了。生孩子补助8万元，租房子带孩子每年再补助24000元，而且育儿津贴一直到小孩高中毕业，结婚红包还有一个月的薪水，中秋端午直接再发半个月薪，更不用说员工旅游和分红，年年都是大手笔。而位在台北总部的办公室，工作环境也是像家一样舒适，用木造格局打造员工舒适的工作环境，而且还有自己的专属小厨房。团购网老板陈彦成2007年起家，主打家电产品，都是用影像行销。谈起创业理念，就是不贪心。真的跟别的不一样。第一个就可能也不贪心，身体健康还是很重要，也不要加班。企业福利征财的还有他们，像是美式大卖场好事多，国定假日上班必给2倍薪水外，一年还有22天的半薪病假。2017年第四季进驻台湾的日本寿司昂，也寄出年终3到4个月的优渥奖金。企业福利征财不止赢得员工心，更能留住好人才。记者黄嘉伟、麦凯婷台北采访报道。